欢迎各位前来观看 SH48TMN2 男装公演。在观看演出的同时，请注意以下事项：一，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，凭票依次入场，对号入座；二，请勿携带分发未经机具厂授权准许的横幅、标语、旗帜、条幅等超过50×50厘米，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，以及未经剧场授权准许的应援荧光棒和超过6寸以上的化学荧光棒等。三，请非拍摄位的粉丝勿对演出内容进行摄影、摄像、录音等行为，请将您的手机及电子设备调至静音状态。四，请勿在场内投掷物品，场内严禁吸烟、踩踏座椅，不得翻越隔离措施。在观看演出期间，请勿干扰演出正常进行。五，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，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将其没收，并有权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。以上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耐心等待。我是 SH48TMN2 的陆婷。
黎明升起，太阳温暖洒在脸上，纯白色的云朵和素雅的世界很想象，烦恼全部踩在脚下，骑着你飞翔才可以接近阳光。我们每步一样努力，风寒伞下才能变得坚强，许过愿的承诺要自己去完成才漂亮，别再一直怀疑自己，抬起头看着天空，迎接着下道曙光。此刻的你别躲在某个角落独自的悲伤，别保护抱起来才能拥抱太阳，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旁，一起去太阳升起的地方，唱这首歌为你加油，感动在左右，不管你走到哪里都是温暖的气候。唱这首歌为你加油，用我们的双手把世界照亮，我们的太阳。全部把它都吃光，全世界都与你为敌，还有我在你身旁，不让你受任何伤。此刻的你别躲在某个角落独自的悲伤，谁的时刻唱这首歌，一起加油，梦想就在尽头，阳光一直会跟在你的身后。唱这首歌为你加油，感动在左右，不管你走到哪里都是温暖的气候。